我是 Rink， 啊，今天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天气。今天的天气有点像春天、春夏天的感觉，湿湿的，重点是蛮热的，然后之前。我们多伦多这边的天气已经跌到 single digit， 大概最冷好像我骑车来说了啊、有这两天骑到七度吧，然后七度加风就蛮冷的了，就起码 体感是蛮冷的。等一下会去加个油啊、另外去一下那个在多伦多的。以前好像是多伦多 base 的Mountain Co-op， 以前只有在离我这边很远的 downtown 才有一家。那小时候爬山啊什么也会去买他的那种rope 啊 harness 啊 chalk 粉啊所需要的东西。然后现在在北面也开了一家了，那等一下我们过去这边看看一些。hand warmer， 发现骑车入秋初冬的时候，每边放一个在 chest pocket 那边的 flannel 那边都放两个，每边一个的话还蛮暖的。那我提到原来多伦多好像就是绝大部分的路都变成50。不但是说，只是说，好像我们这边我住附近，就觉得哎，这边我们家里为什么要变成？是他说很多地方，他好像要说那个什么 Markham 啊，Markham Steels 啊那边也是这样。离开50，我说真的30，少部分人吧，才会真的是开50几。就算塞车的时候都超过50几了吧，所以我也不懂。他那个政策是为了什么？就是应该是为了那个吧，收入那方面。但没办法，你看我一开都60几、70，那也不是只是我而已，就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的速度在马路上走，就是。这边的路又长又直，怎么可能会开50？ Anyway， 后面那个 Monster， 后面有一个 Monster 哥哥，好久没看到了，可能今天天气好。我前几天骑东边才看到几台车，一整天，但是一般都没有，就是马路上都没有车。常常修路了，这边已经修很久很久了。
啊，果然天气好，车就比较多，也正常啦。冷的时候，很多人不会骑啦。我是上班，然后你觉得，然后你就是自己保暖，应该也都 OK。因为其实每年我都骑到蛮冷的啦，就是我会觉得冷。那但是如果说你要说，冷到不能骑，我记得有一年是，我觉得完全不可以，就冷到，而且那个时候是 touring bike， 所以我前面的 fairing 都应该会挡风，但是不知道了。哎，但想一想，哎，我今天是第一次有二十几度啊，骑那台发热器，发热仪啊，发热那个leg warmer。他那边超热的，可能 by another day 吧，可能跟大家如果到时候有精神啊，聊一聊那个热气到底如何，是不是没有办法忍受，还是就是这没有办法也要有办法了。但是看到时候怎么样。然后其实我已经大概骑了1000多了嘛，有些 point， 想到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一时之间没有想到，我今天没有说的特别故意要出来录一个 vlog 啊，但是因为我不是所有安全帽都有那个 GoPro， 然后我也不想说哦每一个都买一个，然后要装一个，那就是会这让那个 helmet 比较不好看。是刚刚有就提到一点点，就是一台最适合冷天气的车，因为它很热，它反而不是 under seat。 我记得我以前看99啊199啊，甚至于这个上一代的 Panigale 第一个 first generation 没有 winglet 的那个它那些人都是 complain 除了 thigh 以外啦，他们都会觉得 under the seat 非常热。我是觉得不会，这台没有但是腿真的是变 fried chicken 了，对，那个都是炸鸡腿的感觉，很热。其他的呢，好像我觉得这台车真的是也蛮好骑的，以 super bike 来说啦，这是 I think go to a track，所以全部都是在道路上骑的，就 stop and go 的，也不会有困扰啊。骑长途啦，腰部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 OK。我刚刚已经 miss 了那个 MEC 那个 entrance， 所以我现在到那边看看能不能停，还是要捞出来，还是怎样，我也不知道。如果不方便，我现在就不会去了。之后再那个我短期可能也不会立刻就要需要 hand warmer， 最起码今天不用，今天很热，所以 anyway， 进那条小路看看。哦，有点热，我一定要开那个 visor， 不开有点过热，所以 anyway。绕到这边还好，蛮好玩的哦。这边是别人的后院还是什么？不知道。然后我们从这边绕出去，会在马路中间比较危险。对，所以等一下我看看呢，有没有方便去 NBC， 没有的话就下一次再去。哦，等一下就上海了咯。还是想知道我开尾讲话到底大家听不听得到。Anyway， 试试。
在 highway 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得到啊，我是觉得就是应该可以听到我在 highway 讲话的声音啊。那第一件事就是想说现在那个左边的腿真的很热，蛮热的，今天最热可能27、28度，等一下比较，所以不知道咯，希望不会太恐怖了，然后如果一直在海尾山应该也还 OK 吧，有点晒，所以我就绕路去走对面马路，再去一下那个北面的那个海尾那边看看。现在我出来了但其实我有一件事我忘了做，要就是加油，忘了加油等一下找油站去加一加吧。好了，我就先录到这里啦。我觉得就是应该就是他在海尾高速的时候，他只会什么听不到。好，那先这样之后再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记得 COS comment like and share。我们到这里先，之后有什么再补充的，我可能等一下下班的时候再跟大家再聊一下。好，先这样，拜拜。